为爱尖叫，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ght 刘雨欣。最让我难忘的时候是530的出道夜。Yes, okay, oh, 是我们找到彼此的暗号。Yes, okay, oh,现在第一名已经诞生，恭喜 ENG 亚洲音乐集团刘雨欣成为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The Night组合第一名。会感觉有很多人在支持你，其实你每一次的表演，其实大家都是看得见的，就会有一种有被看到的感觉。我觉得每一次看到大家的支持，其实会让我思考怎么样才可以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带给大家，想要在大家能看到我的地方，就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我吧。我觉得现在算是实现了，但还需要在现在这个阶段继续加强，觉得学无止境吧，就一定要多去学习，然后站在更大的舞台。结果还蛮好的，出来的效果也是想要有更多的舞台，还有想要有更多的作品，还有就是潮牌吧。是我第一次开实体店，首先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，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，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不会去做的。对，因为穿搭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事情，然后也去那个节目学到了很多穿搭的理念啊，然后开店的一些技巧。这种呢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从来没有穿过皮衣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的，毛衣你先试试呗，快到冬天了嘛。我来试一下这个吧，感觉这个球有点大。潮流和穿搭都是自己的审美，怎么穿开心就怎么穿就对了。希望有一天可以开自己的潮牌店吧。去了《潮流合伙人》这个节目才知道，真的是每一行都很不容易。当时那个节目是给我们直接是设计好了一个店在那儿，如果是要自己开店的话，其实会更难。做潮牌这件事情会让我更加坚定。